十岁脾气会暴躁。呢个啊，就系我老公。悠悠吧 ，I love you。系。爱嘅定义系乜嘢咧？乜嘢叫做爱咧？你有学识，但系冇见识。你咪话你冇偷情。人哋唔生佢，梗系有苦衷有原因噶啦。我听人讲咧，生完 B B 会大啲噶，我好想要34D 啊！我绝对唔系凭空，我亦都冇僭建。祝你笑啊！即系发觉你越嚟越幼稚。系佢揾第二个人先噶，你睇下，除晒衫揽住第二条女啊！做咩婆啫？我哋冇结过婚。好啊，咁我哋以后各有各玩啦。好啦。你太過分了，我不吃的東西其他人都不給吃啊。什麼不是吧，我手冊你還 keep 到現在？這個不是手冊，這個結婚證書，這些全部都是你二十年來的生日禮物。我最幼稚啊，就是跟一個超級心理變態的低咪佬住在一起十年啊。 Action 打劫啊，我是啊，谢谢你啊。